昨天呢，一定要有的就是啊，我朋友呢就是中越他们做的口罩，一定要对啊入手的蕾丝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看很好看，可是我们都知道口罩正确方式，对对对，就是要先把它打弯弯的，弯弯的，然后要把它打开，然后呢，你要服贴，这里要服贴，不可以有缝隙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呢，你再一打开，是不是很像奶罩？你不讲不会有人觉得嘛？就是比较性感，希望大家不会在意。不会。公爸公，你来戴不落假贴。性感啊，也是值得投资的，而且很特别啊，很特别吧。